来，可心，你的困扰是什么？就是我一直都有，就是长不高，长不高已经没救了，就是一直都有婴儿肥的困扰，而且我而且他又白，而且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双下巴，就是不管多瘦多胖，可是就是很容易被说像大神，或是感觉很胖，我觉得像隔离没有，常常会有不符合的感觉，对，就是你怪。我每次抢都要修容，可是修容有时候修不好，就会很像就是很像哦，就 Vince 老师，对，然后不然就是就想说有想过说要抽脂，可是听说抽脂就会有坑洞，会不均什么的，所以这就是困扰我很久。然后常常应该修容一下就好了，可是有时候修不好就还是这就变成这边很深，然后但是这边还是很厚，因为它白，像我们没有它那么白，所以我们在选修容就是会比较比它容易。没错，他如果颜色选错了，就一条很深，就是他选对了，他画太深，你会觉得很明显。所以其实可心的问题不在于修容，那交给你，交给林叶婷老师。对，其实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其实大家去做医美啦，去做保养，都是希望找到那个脸型的黄金比例嘛。对呀，化妆也是啊。对，可是呢，怎么找出正确黄金比例，或者说怎么样的比例才会是漂亮的？首先你看呢，最完美的黄金比例啊，就是大家听过，就是三庭五眼啊。三庭哪三庭呢？好，来就是上中下。林叶婷。上中下脸，好，上庭、中庭、下脸，就是你看到。从额头到眉毛，这是第一段上庭，对不对？上。然后呢，中庭就是眉毛到鼻珠这一段，然后呢，下庭呢就是下脸部分是鼻珠到下巴。这三段呢，它要一比一比一 ，OK 才是黄金。很多人下巴短，很多人额头太短。没有，我没有额头，你额头的。对，所以呢就没有黄金，所以你应该是要画发际线。你要画刘海，或者是你要用发型去修上庭，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然后小颗的又太窄，对，我的额头好窄，小颗，所以要他要削，他要削那个 baby hair， 削我的头发可以吗？削头发，对，把那个打开。很多人想说，那不是皮肤越露越多吗？没有，可亲 OK 哦。好，可亲的问题在于他的中脸过大，中庭太大了，是腮帮子那里，腮帮子这边，哦，对，这边，因为呢，他可是腮帮子怎么调？我们说上脸可以，头发开开关关，对不对？那中脸怎么调？来，我们请可亲出脸。对呀，中间好难。因为今天我是俩都算命的。命理师会这样讲，面相做一个大鼻子。来看哦，其实很多人的问，像可心她的脸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稍微淡淡的拨开，其实还算标准，有没有？对，而且很她的气耶，贵气的感觉。额头的好可爱，这个顶点到眉毛这边一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眉毛再到鼻珠，有啦有有啦。好，然后呢，鼻珠到下巴，其实还蛮算平均。但是你会发现她的脸看起来让你面包超人，除了让，比如说他很在意的双下巴之外啊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这边的皮肤面积太多了。嗯，啊，有没有？他从眼睛到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来，你要让这边变瘦啊，其实你不要一直画修容，你应该是要画下眼影。啊，画下眼影，什么意思？把眼睛下眼影，眼卧蚕的地方，把它的往下画，你的中庭就变小了。对。来，让我来画一个示意图，你看，把这边往下移，等于是把这条线往下降，这一段就缩短，就窄了。对，这一段就缩短了。哦，了解。好，我们来画真人好了。用奇异笔，用奇异笔，奇异笔，画真人，想看。那我就用比较大地色，或者再加一点点淡淡的紫色。好，好，稍微这样子撸一下下眼影。下眼影一定要画，因为它的好处除了可以修饰脸型，眼睛也会更大。哦，那眼睛大了，其实脸就小了嘛。对啊，对这个逻辑。所以老师，额头高的人就不适合画下眼影吗？额头高的跟下眼影没有关系。额头高的画额头额眼影。额眼影。额头最高发际线。对，额头高的要去弄发际线。就是跟发际线有关的事情，就是适合额头高或额头。奇异笔拿来帮你画。太高。永久的，不然就刺青好了。去刺青啊，刺激哦，有哎。你觉得这一段的肉没那么？你看它两边皮肤已经 size 有变动，对不对？有，对。
然后那边没有那么蓬哎。再来很重要，有擦。除了眼影之外呢，下睫毛很重要，用画的。没有，你可以用画或者用刷的啦。就是如果你有下睫毛的话，然后呢，已经开始上。但是很多人的下睫毛呢，很妙，它不是往下长的，它是往前飞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又短短的。又短短的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看我跟我的步骤就是，我先拿一支可以塑形的睫毛膏，先打个底。往下刷。可是睫毛膏还是压不下睫毛，对不对？嗯。它还是飞在半空中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会往上。好，调皮哦。来，这时候拿出一支烫睫毛器。哦。烫睫毛。烫下睫毛要多烫？开最大？因为这个大概65-70度，温温的感觉，温温的。我现在这一支烫睫毛器，它是一个可以控温的。哎呦，烫睫毛器这么厉害！所以它基本上它开到热的话呢，你放在眼睛上面很像那个温热眼罩，所以也不怕手残，也不怕烫到。看下睫毛，把我下哇，好美哦！有哎，它这里就比较窄了耶。对，你的肉就对，你们有没有修容？好像有说我没有修容，你看，好厉害哦！然后呢，你有画下面那边好像真丝桥哦。对，你在睫毛膏立着有没有？一根一根把你的睫毛摆整齐，把睫毛膏拿直的，拿直的。这样子双搭之后呢，你的下睫毛调好，你的修容就不用修了。看到下睫毛了，有哎，下睫毛了，这样，哇，有没有？有哎，真的比较小哎，哇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不用修容。怎么就觉得他有下巴了？对，没想到吧？只要加了下眼影，凸显下睫毛，不用修容也有黄金比例，肉脸都消失了呢。